们谢谢那个杨琼英、杨立伟为我们的美颜。OK， 来，来参加一个 Rock 的结婚典礼，没有 Rock 在上面唱歌，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我记得今天我有快要200个学生来吃这一趟喜宴，竟然没有人回我，我连杀了。好，我再重复一次哦，如果来听一个 rock， 来看一个 rock 的喜宴，可是却没有 rock 来唱歌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对不对 ？OK， 非常好，然后回去每个人在门口领乖乖。好，好，再来，我要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。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特别请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。神秘人物谁？很随便哦。他已经他没有办法来呀、欸、我觉得你今天讲话好正式哦，有点不习惯啊。不然呢，我还要在这里扬句。对呀、啊、你怎么对得起马赛火箭广大的歌迷呢？这不好啊、欸、对啊，一点都不好玩。这里马赛火箭都知道啊。对啊，这里好歹也有200个哦，200个长辈、欸、看着我长大了变成这样子。不免俗的要来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有点过头，他会以为我好像在看那个诸葛亮的歌厅秀，有没有？可是不行啊，接下来这首歌还是一样会有那个你要把它讲出来就对了。对啊。OK， 我们再来带来那个这首歌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在求婚的时候，所求婚的在求婚的场上，我是在托拉古乐团的台中巡回演唱会上面求婚的。所以做几首托拉库的歌应该不为过吧，对不对？是的。OK， 好。你通常在想可心的时候会做什么事啊？我在想你的时候。我没来耶，这边再供出来。对，我们要唱这首歌。好，我们要带来这首托拉库乐团，那当然大家也是在 Mojo 乐团里面曾经做过这首歌曲，叫做。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，谢谢。Thank you.
再次。不行不行，不 OK。今天那么严肃的场合，你给我唱错。来，预备哦，一二三。今天晚上，你又让我牵挂，并不太愿意让我知道你到底在干嘛。为什么？太多情绪也是让你彷徨。主角不过来点吗？请不要担心，快点回到我的身旁。再这样，我可能要跟你交往。亲爱的，你再瘦个十公斤，头发比我多一点，我会考虑跟你交往的。你戳到他死穴，他最近胖得像猪一样。真的，我最近瘦得像个帅哥。不能这样讲，人长那么帅也不是我的错啊。亲爱的，你讲。没啦，台中金北啦，那种。台中金城。我是北投，咱不挑啊。我考虑一下哦。难怪跟你那么合。